开发者为什么需要 Flexive RDK？ 因为机器人编程应该更易上手，二次开发应该更加清晰易用，部署多机器人工作站应该更加高效。所以飞西打造了自适应机器人开发工具包，即 Flexive RDK， 帮助开发者轻松完成复杂定制化的应用。目前许多企业用户和机构选择使用自适应机器人来提高效率和生产力，然而定制化开发应用和机器人部署仍存在一定挑战。 Flexive RDK 为开发者提供了量身定做的功能和工具包，以便他们能快速便捷地创造独特的机器人解决方案。以飞西自研的 Flexive Elements 为基础，用户可以通过 RDK 灵活地调整机器人程序，获取全面支持开发的 API 接口。通过实时 API， 用户能以1000赫兹的通信频率向机器人发送执行指令，进行灵活调试，或通过非实时的 API 接口使机器人执行高级任务，调用预编程的机器人技能。目前 Flexive RDK 主要应用于医疗、农业和科研等领域，帮助用户开发部署包括机器人遥操作、多机协作、自主移动操作等在内的一系列功能和应用。 Flexive RDK 内嵌了11种功能模块，用户需要的工具触手可得。凭借完善的技术文档和操作指引，新人用户可以迅速上手编程，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能力。通过即取即用的代码库，用户可以利用既有的代码或定制开发程序来满足实际需求。此外， RDK 支持2种常用编程语言 C++ 和 Python， 这使得机器人编程变得更加轻松。飞西将持续稳定地进行版本更新，不断扩展 RDK 的功能，持续迭代进化机器人的工作方式。Flexive RDK， 激发创造力。